第39题，假设跳远选手的质量为60公斤，当人冲到踏板时应具备动能为多少焦耳？动能的算法是二分之一 mv 平方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冲到踏板的时候输入多少。他告诉我从静止开始以 0.5 公尺秒平方的加速冲了6秒钟，我们可以带公式，我们也可以用画图法来解决，但是也可以简单的这样想，从静止出发第一秒钟增加 0.5，然后再一秒钟再增加 0.5， 这样总共呢增加了6秒钟，所以我的速度就是 0.5 乘以6就是3，每秒3公尺，所以呢我们的动能就是二分之一，质量是60公斤，速度是3要平方，所以30乘以9就是270焦耳，所以它的动能有270焦耳。39题问，当人冲到踏板时应具备动能多少焦耳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 270焦耳。